两代三代同堂亲子档，手中捧的是应景的铃铛彩色粽，颗颗饱满，从零开始 DIY。怎么这么简单呢？好，不是对啊，那简单啦，还转转转回来这个角哈，然后就顺了，就跟着转就好了。好像回到以前小的时候，跟我的母亲还有几位姐姐，大家一起在做粽子那种欢乐的时光。那真的是很温馨又很快乐。还有小朋友最期待的立蛋活动，聚精会神。在这个很寓教于乐的活动中哦，让我们这个小朋友哦，跟这个我们大人哦，老中青呢三代呢，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娱乐的一个活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邱丽玲、张维翔台北报道。